好，现场所有在我们台中市政府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哇，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这么热情的情况之下来参加我们十年一刻中信兄弟蜂王游行的感谢祭现场啦！现场呢，当然非常感谢我们市长、市府的团队呢，以及我们所有选手，今天呢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好，各位，你问我十年有多久？各位，从一个单身的变成两个小孩子的爸，你跟我十年真的很久。不过这一刻是非常值得的，先给自己掌声鼓励好吗？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在夜排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支持我们。当然今年球季我们也如愿以偿拿下冠军了，我们每个选手、教练团还有我们的长官们都非常努力的在带领我们的球队，那当然也谢谢我们球员朋友支持，接下来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朝更多的目标迈进，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跟着我们一起来参加感谢祭现场。在我们每一次的活动开始之前呢，都要由我们最美丽的拉队带来最精彩的开场舞蹈表演，所以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 Passion Sister。谢谢我们 Passion Sister 一样带来非常精彩的开场舞蹈表演。那刚刚说到了十年一刻，我相信各位刚才其实 Passion Sister 我们的贵贵学姐还有我们的凯蒂学姐他们也跳了八年，哇，等于是他们也在这边跟着我们非常的久。那当然今天球季呢再次的拿下荣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也感谢大家支持我们。那今天现场呢也有非常多的贵宾来到现场哦。首先我们当然要先欢迎的是我们台中市的大家长卢秋燕市长，还有我们的市府团队的同仁们，请站起来跟我们挥挥手，呼呼，欢迎市长。好，也谢谢我们的市府同仁们，谢谢你们哦。因为在我们这个总冠军赛，除了在我们台南的这个比赛现场之外呢，现场市长也带领着我们市府团队一起在我们的市府广场一起抛彩带，共享荣耀了。这次真的要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也可以让我们的待会的活动游行可以非常顺利。谢谢市长，谢谢我们市府团队。接下来介绍是我们中信兄弟的董事长高英杰董事长，欢迎董事长。
好，那再来要介绍是我们中心兄弟的领队刘志威刘领队。好，那谢谢我们的所有贵宾跟我们的长官来到了现场哦。那接下来呢，当然我们今天这么大的场子，这么大活动，当然要再次邀请到我们的卢市长来上来，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高董事长、刘领队、亲爱的祝总和教练们，我们所有最劳苦功高、我们最爱的中信兄弟队全体队职员尖叫啊，给他们掌声！我们所有最团结、最有力的球迷们，还有亲爱。劳苦功高的小白和所有的培训 sister 们，谢谢市长，谢谢大家，好好，这是伟大又光荣的一刻，我们非常感谢中信兄弟队带给大台中和所有球迷们这么大的荣耀。诚如小白所说的，超过十年，这十一年来我们等待这光荣的一刻，等待很久，但是我们都没有失去信心。要特别感谢中信兄弟队的坚持、奋斗不懈和努力，也要感谢所有球迷们的不离不弃和力挺。大家都是创造大台中光荣的城市英雄，对不对？对，不管是中信兄弟队或者是全体球迷，我们是最棒的，我们是总冠军， We are the champions， 对不对？对，让我们继续努力，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共聚在这边，共享总冠军的荣耀。最后我要再感谢中信兄弟队，感谢你们的努力，今年没有让我戴狮子头套，我爱你们，感谢大家。最后明年二连霸总冠军现场见，不见不散，谢谢大家。我们这边请留步，来麦克风来交给我们的群群。哎，市长，我们这边请留步，先到中间来。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中华职棒32年总冠军中信兄弟的选手以及教练团们，一起到舞台上好吗？掌声欢迎！来这边请。好，我们一起的从这边上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我们的合影的部分。好，好，请我们的祝总先站到这边市长的旁边。好，我们稍微往前一点点。好，哎，市长，我们祝总，我们稍微往前一点点。那其他的教练团呢？我们来，我们全队的队职员们，然后都一起到舞台上来，我们要来共享这个荣耀。好，来大家小心哦，舞台有点高度，注意。那我们这边感谢我们的市议会的代表罗廷伟议员，谢谢啊！我们市长这边也特别感谢您的支持，我们谢谢。哎，我们大家集超过来哦，不要害羞，来这边舞台这边，还有我们市长旁边需要大家哦，来我们一起的来跟着我们市长一起的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来大家不要客气哦，来都请往前。好，来大家先不要客气哦。好，首先这边呢，来我们球团这边，来我们请我们的女孩来先将我们这一次，好，我们这一次我们等一下要求呢，请我们的林威柱总教练将我们这一次的蜂王的 T 恤要来送给我们的市长。好，好，来我们
开的正前方。好的，我想。好，那我们请我们的选手们，我们口罩都可以先拿掉，对，一起看着我们正前方，谢谢。好，媒体朋友哪边有需要？再往前是不是？好，等一下，来，我们所有的，我们再往前一步好了，市长来，我们全部人再往前一步，谢谢。好，再来呢，来第二个，我们这个要先将这个帽子，哎，我们的帽子，来，我们请我们的，来，我们一样，我们这一次的冠军帽，来，请我们的凯蒂，来，凯蒂将我们的冠军帽，好，哪一边？哦，市长好，那等一下，凯蒂来，我们先等一下，好，我们稍微微微的往右边撤一下好了，跟着我们往右边，右边给我们的朋友捕捉右边。好，左边，那市长，我们左边这边好了，一样，左边的朋友，左边的朋友。OK， 好，那再来呢？好、啊，哦，市长要爱心是不是？哦，来来来来，我们看前面，哇哦！好、哦，大家，哎，可以吗？可以吗？哇！哇，市长真的是太可爱了。好，那再来呢，来我们的帽子，来值得来请我们的凯蒂将我们的帽子呢，来那衣服就帮我拿过来哦，换我们的帽子，谢谢。好，我们的冠军帽，那么两侧的选手们，那个威晨跟基宏，我们可以再出来一点好不好，我们再往旁边一点点出来一点，好，来，好，一样，我们看着正前方，谢谢，先看正前方，谢谢。好，一样，我们的右手边，右手边的朋友，我们微微往右侧，右手边的朋友，谢谢。右手边的朋友，好，我们左手边的朋友，左手边的朋友，左手边的朋友，哇，好热情哦，都听到大家的欢呼声音了哦。好，再来呢，来，我们请君君上来，我们市府这边呢，我们的卢市长呢也有这个赠品呢，要来送我们球队，是这个我们限量捷运通车的透明卡。只有这个两张了，预祝我们球队明年秋季迈向2连霸！我们市长很认真的为大家解说我们的这个赠品是什么、啊，真的非常贴心哦，非常可爱。好，市长，那这边呢送给我们的林威柱总教练，一样再次的看着我们正前方的镜头，谢谢。好，一样，右边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哇，左边的朋友转过去就有尖叫声哦，超热情，谢谢你们。好，再来，等一下，再来是我们今年总冠军年度的锦旗，来，我们请我们 Passion Season 一起上台合照，来，好，来，我们到前面了，来，好，对，我们女孩就在第一排。好，拉起来一点，要再拉高一点吗？等一下，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再往右，对对对，过去一点，好。等一下，停了吗 ？OK 吗？可以吗？好 ，OK， 好，好 ，OK， 请，来，我们一起看着正前方。2021年中华职棒大联盟总冠军郑信兄弟。一样，右手边的朋友，左手边，
我的360度会围绕着大家。麻烦待会我说一二三，全场跟我一起说中信兄弟总冠军，可以吗？好，来，一二三，中信兄弟总冠军。好，谢谢大家，欢迎，谢谢我们的市长，还有我们的选手，还有我们的台选记者。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市长请回座。我们所有的选手呢，今天也可以到场边下来这个帐篷区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呢我们要再进行我们的这个蜂王的游行的部分喽。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市长，也谢谢我们所有的选手啊。下台的时候一样，请大家注意安全。